啊？啥意思呀？啥啥？我这个那个跑上腿了？没有，那同事他整个跑腿，他接一单让我给他取一下子呀。你为啥帮他取啊？他忙跟店长取，我给打电话，我往自己送。我陪买菜一会儿。你忙完了吧？那你自己送吧，那单。我说你那外卖，你跑腿，你那单你自己送吧。啊，懂我意思吧？为那个门口呢，你来一下。好好好了。你咋想的呀？啥？你让你对象自己去买菜去，还受着伤的腿。没有，我完了，你帮你朋友去跑腿。帮他个忙嘛，我就寻思欠让给搭个人情，我就，嗯，生气了。来了，你自己送吧，我把衣服给你。他刚才教你做咖啡了吗？教了。我教老好了，都快学会了是吧？嗯。你送吧，一会儿别超时了。嗯。那我东西。那你叫回来呀。你去喊去啊。那我喊去了。啊。你等我会儿。哎，不是，那东西。那东西塌了，你上取去吧。不是，他不知道他自己送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都以为错了吧？你有鬼！我有啥鬼啊？走，买菜去吧。喂，林子，你咖啡不要了？哎，你咖啡不要了？